好了，那请，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碰碰法师啦。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赛季排位的结算哦。这边的话，胜利是爬到我们就是铂金，也就是白金的这个排位。那里面的话送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这一次的话应该是哲平第一次进到我们的白金段位哦，所以里面的话呢，就可以再领，好不好？你一只 A 级宠物跟我们的4000的那个哦，两只 A 级宠物，然后跟4000的绿宝石哦，完全没问题。那这个礼拜的话呢，就看一下能不能爬到我们就是那个钻石吧。那我们这边买了非常非常多那个就是卷子哦，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卷子来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就是打更多的伤害给这个年兽哦。好，冲锋陷阵先弄一下。那基本上现在就是用打角胶战法了哦，希望这次是可以打到我们就是那个钻石位阶。那目前来说，大家现在位阶都在哪里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们分享一下哦。好，我们就先这样子打。哇，感觉那个这暴族在这边好像也挺麻烦的，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哦，继续打角胶战法。我们的主要敌人九是年兽了，没有问题。哇，这边那只没有打到，被那只伤害到了，这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好，年兽看起来也是没有换位置的时候。我这一次这两个暴族不是说给的很好哎，这位置很烂啊，没办法打出太好的伤害哦。你看两只还要在我面前爆炸，有点尴尬。哇，扣1850，这个血量也不能说就是很低或怎么样，因为它都会影响到我们就是打年兽的那个续航力哦。好，就这样子了，加油！哇，全爆开！好了，这次还算可以，算有解围到、哦，算有解围到。拜托了，拜托了！攻击掌声。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样子。67.3。边飞弹进化，这边继续，我们从这边进去好了。哇，没进去到，有点尴尬，这边没进去到。绝地反击，这边蝴蝶补血哦。之前我们打了200多万的伤害，真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是怎么打的呢？哇，这个打到角角，超浪费！哇，超浪费！完全没办法啊！哇，这是怎样？全部都那个哎、欸，全部都卡我的位置哦。好，好险这边上去了，至少也打个100多万吧，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最好是能够再打到200万哦，200万还是一开始最猛的这个成绩，因为大家一天只能打两场，好不好？一天只能打两场，我们继续飞弹进化，然后追魂。下一回合我们应该就会被那个了吧？有极大部分就会被打死，没记错的话。雷电球，哎，撑住一点点了，我们血量还是可以撑哦。哦，这个打爆最好，刚好可以来个最后的角胶攻击。是是是是是是是，200可不可以？200，哇，不行。最后的角胶攻击，哎、欸，709又撑住了，啊，太好了太好了，继续最后的角胶攻击，哈哈，一直讲最后都不是最后哦，有办法吗？有机会吗？啊，192，可惜了，192啊，前面的话比较可惜啊，因为前面我们还有被那个暴族打到两次哦，但是看一下192我们的排名在哪里。192的话，我们在第9名，好像还不错哦。如果我们再打一次192的话，应该就有机会可以在更上面的哦。是是是是，加油加油加油！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踪弹，年兽而已嘛。来，继续打角胶。这招真的很好用哎，感谢各位观众提供哦，真的好用到爆炸。然后希望这个暴族们不要再挡我们的位置了。四半，好，他换位置，哎、欸，这个角度最好、哦，哇，是不是会打到这暴族啊？哦，完了会，好吧，那我们就先打这边吧。那个暴族挡位置啊，干嘛、啊？
害我没办法用那个。哦，这应该不错哦，上吧。哦，是是是是是，好，全部解围，全部解掉，太好了太好了。好，边进来。啊！雷霆万钧。哦 ，nice， 这打得好啊，冰魂，赞啦！有有有有，这一场应该很有机会可以200哦，应该有机会。现在已经29.1M 了哦，干巴爹干巴爹，加油，上吧！好，吃到了吃到了。然后这边毁灭之球，这边打打屁屁好了。哇，居然没炸死，44.1，然后这边复活。好，继续打角胶战法。可以打到200了吧？没有200也要190啊，各位，怎么感觉这场的输出比较低啊？不是都差不多的打法吗？而且我感觉我好像打了蛮多伤害的啊，怎么会这样？对啊，我怎么感觉我打了很多伤害？还是跟我们选的那个球球有关啊？啊！加油啊！攻击增加。继续打角胶。哇，76.7而已。76.7而已。继续打角胶，角胶战法真的不错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应该可以破百了，破百先，好不好？破百先，破百没问题。你继续打角胶，打角胶战法，我的最爱，126。雷球啊，没了，被爆死了。欸，好可惜呢，我以为可以，但不行哈。这一次的话，我们看一下，应该有挤到前几了哦，应该有到前几了，好不好？第三名 ，OK 吧？第三名的话，这边奖励是925个绿宝石，第一名是1000呐。然后下一个段位奖励的话，3只 A 级的宠物，如果有用到那个蝴蝶的话，我就飞天了，好不好？蝴蝶，然后再来就是星耀的那个 S 级的那个宠物。那目前来说，大家的那个段位到哪里，也可以在下面跟你们分享一下哦。那我们这边还有卷子啦，所以应该是可以，好不好？我就先留着，因为我怕就是到时候如果我们进到就是那个更高赛场之后啊，我们完全没办法就是 hold 住那个战力哦。那我们就是有留更多的票券这样去打。目前318看起来好像也是可以在很前面的，目前好吧，目前。然后我们只要能够就是段位上升就好了，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就先求能够段位上升，段位上升，然后其他我们之后再说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故意有留很多卷子，聪明吧？到时候就是如果这战力不够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卷子，然后直接去打，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排位的话，应该也不用去抢什么第一名啊，你就只是努力就是排到段位的那个前面能够晋级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 OK 一点点了，好不好？好，没问题。那接下来的话呢，最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我们就是那个试炼之塔，等它出的时候我们再打给大家看。然后目前来说大家的碰碰排位赛，哎，你们跑到哪里呢？啊，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喽，好不好？那我是曲品，再见喽，大家拜拜啦。